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卫福部桃园疗养院成立的庇护工厂乐陶陶咖啡简餐坊推出了一系列的中秋礼盒，主打低糖低油的健康月饼，要让社区民众减轻负担，吃得健康。乐陶陶咖啡简餐坊坐落在桃园疗养院院区，有别于医院内冰冷的色调，橘色鲜艳的货柜屋营造出热情活力的感觉。乐陶陶咖啡简餐坊不局限在医院内部，附近社区的民众都可以进来选购商品，借此拉近邻里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庇护工厂能够推广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乐陶陶庇护工厂。对，那我们这边呢，主要贩售的项目呢，是有一些早餐，还有中餐的一些健康水煮餐盒，那我们也有一些烘焙的面包、饼干。那像现在中秋节，我们就有推出各种的这个中秋月饼礼盒，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所经营的项目。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乐陶陶咖啡简餐坊推出一系列的中秋礼盒。这次月饼与院方营养师合作，配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观念，推出低糖低油的健康月饼，让民众可以安心享用，不用怕热量爆表。今年中秋节呢，因为过现在人其实对于吃这个月饼的部分啊，常常都觉得太甜太油腻，那现在也以养生健康为主，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医院的这个营养师合作啊，一起来开发一个比较低糖低油的健康的养生月饼。所以我们的月饼呢，其实吃起来它的甜度其实比坊间的月饼相对的比较这个不那么甜，哎，然后呢，那个油这个油腻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相信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哎，吃了之后，你相信绝对会，哎，可以一次吃两三颗是没有问题的，对。乐陶陶庇护工厂提供弱势族群一个友善温暖的工作环境，用爱心及耐心包容学员们慢慢成长，打造一个庇护的温馨角落，也为中秋佳节增添暖心氛围。